中國解放之後咧，令到一啲資金啊同埋技術嚟咗香港啦。再加上咧，因為內地搞即係一路有搞緊運動嘅時候咧，變咗咧香港呢個窗口咧，對於發展香港咧係非常之好嘅機會。In 1949, when the Chiang Kai-shek, the nationalist forces left China, like so many other people, we looked towards Hong Kong and realized that there was an opportunity here.1号在香港回归中国的庆祝典礼上，来自上海纺织世家的唐英年和老牌洋行大班萨炳达齐齐盛装赴会。干杯！冠盖云集，盛放空前。今日香港的国民生产人均总值高达189,000元，超过加拿大、英国、澳洲等等先进国家，外汇储备5000亿，高居世界第七位，经济实力如日中天。只不过香港的天空并不是日日都咁璀璨。战前香港经济以转口贸易为主，中国是最大的贸易伙伴，占了出入口总额的一半。战争结束，香港贸易一蹶不振，中国政局动荡，内地人好像潮水咁涌嚟香港。由1946年60万嘅人口，两年内暴增到160万，无论对粮食、住屋同埋就业，都构成咗沉重嘅压力。1949年，以航运起家的英资太古公司被迫全面撤离上海，来了香港。差不多同一时候，上海纺织世家第三代唐长千学成回国，但是他爸爸要他落来香港发展，而当时的香港经济环境阴霾密布。唐长千的仔唐英年今年年初重访上海故居，唐家由他曾祖父那代开始经营纺织漂染业。祖父唐君远是上海数一数二的纺织大亨。这层楼是我们解放之前已经是我们的了，当时是我阿爷买来，本来就给我爸爸结了婚之后在这层楼住的。抄家的时候呢，这些就抄剩这些东西了。1949年的时候呢，就我们那些资产全部就国有化了。当时呢，我爸爸就在外国读书，我祖父呢有一些远见呢，就认为呢我爸爸不如都来香港发展啦，只是转移了一小部分的资金来香港而已。因為我想我阿爺都當時咧就冇諗到咧內地會變得咁快啦。即係我爸爸嗰一輩嗰啲朋友咧，多數都係以前喺上海江蘇省嗰一帶啊，就做紡織品做得好大嘅。咁啊，跟住又係解放之後咧，佢哋又帶咗一嚿資金嚟香港，又喺香港再發展紡織業咁樣樣，即係好多都係。個背景係好相似嘅，都係爸爸叫佢哋落嚟啊。到咧就有分京同衞啦，啊，京咧就直嘅沙啦，衞就橫嘅沙。陳振仁同唐英年一樣，都係上海紡織界南下香港嘅下一代。49年以前，上海工業家除咗帶資金，有啲仲索性將機器、原料都運落嚟香港。陈振仁的祖父当时由瑞士订了一批机器，结果因为中国政局动荡，没办法转运，
機器就滯留咗香港。我爸爸嗰時落嚟咧，亦都係可能係即係我阿爺叫佢啦，落去睇下，因為上海都已經解放咗啊嘛。咁嗰啲資金亦都唔可以話再匯出嚟啊，或者點樣？咁香港就係得一批機器喺度，乜都冇嘅。香港太古集团前身太古洋行原本在上海创立，当时是186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太古已经成为中国航运界的巨子。战后因为航运权已经被中国政府收回，加上民族主义抬头抗拒外资，太古主席 John Swire 1946年决定重建香港太古，同时将经营重心由上海转移来香港。Until 1949, our emphasis, like that of most people, both Chinese and the foreign trading houses, was Shanghai. So what Shanghai lost then was, yes, was Hong Kong's gain. 当时的香港正值战争结束，百废待兴。1948年香港年鉴曾经悲观地断言，香港一切渐渐走入萧条。当时的年鉴是由华侨日报编印，吴培荣在华侨日报做了几十年记者和编辑，想翻起50年前的香港，不胜唏嘘。我们所采访的新闻全部都是可以说得话多灾多难的，没有一件新闻是好的。咁因為佢大量嘅人嚟到咧，嚟到香港啊，那個社會咧容納唔到咁多人啦，又唔夠屋住啦，又冇唔夠就業啦，環山遍野，我哋隨便行去任何一個地方睇下，嚇喺荃灣啊、深水埗啊，咁嗰啲人嚟到香港冇地方住，佢除咗住木屋之外咧，根本就好難揾到啲適當嘅住所嘅。因為出現咁多木屋區咧，所以嗰啲木屋區嘅火種咧，幾乎咧。大大小小的火灾几乎隔日隔日就有了。那阵香港政府要求东华三院带头成立协助劝导无业侨民归乡委员会。那些不适合在这里的，那是给他钱，给他等他回去乡下。只要民间做得到几多少就几多少。政府负担起晒，他都没能力，当时他资金也都缺乏。有一部分必需品咧，亦都配給啊，好似我要講話嗰啲英乜煉奶啊，嗰啲必需品米啊，你睇翻香港今日啊，就睇翻50年代真係天差之別嘅。來自中國嘅大量嘅難民咧，令到香港咧一個包袱好重，但係我哋絕對唔能夠否認咧，呢啲大量嘅。正難民咧變咗一種廉價嘅奴役。香港亦都有今日，亦都多得依一幫喺國內出嚟嘅企業家、工業家嚟帶動香港嘅工業。如果中國一直都係安定繁榮嘅，個社會上軌道嘅，我相信佢發展嘅機會唔喺香港嚟嘅。上海企业家50年代南下香港设厂的时候，不单止带备雄厚的资金，当时所有的管理人员、工程师、技师都是清一色的上海人。他们又沿用上海工业的经营、管理和生产方式，为工人提供饭堂、宿舍和训练。早期来开厂的上海纺织界，部分萨姓连工人都由上海请来香港。我的一班呢有144个，是女工呢还有100几，差不多300人。一批一批来的，有30多个、40多个。合同啊，下了2年，2年多了，他给我银子一个月，打的支票。那结果到了香港2年以后了，就是发生南北文战争了啊，真正的就是不能回去嘛。我的人呢，上海苏阳来里头。一切来的到香港来过我的。你现在过我的书没了，没得了。
你问问我啲个下边下边即系个下边咯。1947年至1951年，流入香港嘅资金接近18亿港元，而且南下嘅厂家仲带埋现代工业必须嘅制度同埋技术。因缘际会，香港工业几乎一夜之间起步，比竞争对手早咗10年。最早发展嘅纺织业正好赶上战后复苏嘅欧美市场，为香港经济发展奠下咗基础。Like many people, we lost many, many, many things in China. All our businesses were destroyed in China, very largely post during the war and after the war. 太古公司1953年同中国政府协议结束晒所有在华业务。30年后，佢哋重返中国，喺北京开设办事处。我阿爷咧，当时喺上海嘅时候咧，啊，亦都喺文化大革命嘅时候咧，俾人斗争过嘅。咁所以咧，即系好多人当然系会得系有一定嘅戒心啦。所以当时我哋去投资嘅时候咧，好多人问都要问我哋话你唔惊嘅咩？唐英年家族虽然尝过资产收归国有同埋文革时期被抄家嘅经历，但系1978年中国经济政策一开放，佢哋又急急咁回国投资。太古退守香港之后，全力发展航空事业。上海工业家则紧守工业。大家对60年代香港开始蓬勃嘅地产，由于喺大陆嘅经验，当时都唔敢沾手。有啲人就咁样讲法，就话咧唔投资地产咧，就因为地产攞唔走嘅。咁啊！但係投資工業都係咁噶啦，工業都搬唔走噶啦。當時有啲人講笑添，有啲人講笑嘅時候咧，就話咧，不如你投資航運啦，因為船可以攞走噶嘛，你隨時揸得走啊。We were very cautious going, maybe too cautious going into property. After all, we were in property in China. We lost all our property in China. And that was probably why we were rather cautious about going back into the property business again.太古小心翼翼重返中国庞大的市场。5月中，太古主席萨炳达以香港总商会第一副主席的身份到北京拜会中国领导人。There is a tremendous business opportunity in China. Obviously, we want gradually to build again a business in China. 现在太古在中国投资超过40项。包括汽水厂、铝罐厂、飞机维修同埋码头。主席萨炳达承认，太古喺中国市场并冇其他香港集团咁急进。We take a more cautious, steady approach because we are long-term players. I believe has been a very successful policy over the last 30 or 40 years. I hope we can prove it's the right policy for the next 30 or 40 years in China in particular.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好多工商界对于上北京都望而却步。但系萨炳达喺1990年初率先上京，同总理李鹏握手。We want to have and be known to and have relations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with the business community. 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 has suddenly happened because of 1997.太古同政府嘅关系的确一向密切。过往喺英国殖民地，太古作为英资洋行，1974年嘅主席彭丽智获委任立法局议员，1978年入行政局，1982年嘅时候出任财政司。太古执行董事邓连宇亦都历任立法局同行政局议员，直至1995年辞职为止。回顾太古战后50年在香港的发展，1948年收购国泰航空，获得香港航线谈判权，又同其他集团包办启德机场的客运、货运和飞机维修。1972年，太古得到政府的同意，
将太古船澳发展做商住物业，开始沾手地产业务。到90年代，太古已经成为以地产航空双头马车带领的多元化集团。主席萨炳达否认成功因素是因为以往享有特权和有影响力。I don't think that's true at all. That may have been the case 100 years ago. The reason why Swire has been successful in Hong Kong is because we have a business-friendly government, we have taken a long-term view of Hong Kong. If you remember, post the signing of the Joint Declaration, Hong Kong was feeling a little bit nervous. But we had a very strong balance sheet, so we bought Pacific Place when everybody, other people were quite cautious.踏入過渡期，太古積極部署留在香港發展，一方面將國泰航空上市淡化英資色彩，一方面將部分股權在1987年出讓給有中國國務院背景的中信集團，96年再進一步將港龍股權轉讓給中國航空。朝代更替，適者生存，市場傳說太古不惜棄居保税。但是主席薩炳達就否認。For us, it was a very natural move. We were looking for a partner with whom, over time, we may be able to develop businesses. The value of Hong Kong to China is that it's got its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If somebody such as Swires was seen to be forced out of Hong Kong, I just cannot believe that will ever happen. But if it did happen,I think you would very quickly se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in Hong Kong would disappear. If it happened, it would be the end of Hong Kong. 现在请唐英年委员发言。主席，各位领导，各位。中国实行经济开放政策之后，资本家地位受到抬举。唐英年和多个家族成员都做了上海市政协委员。今年春天，唐英年到上海开会，市政府特登为他安排了记者会。有些过去的话就已经采访过他，而且撤离上海接近40年之后，1981年，唐家重返上海投资模仿厂，这个是他们在大陆的第三项工业投资。因为是上海第一家港沪合资企业，所以备受重视。唐英年说，对父亲唐长千来讲，回去上海投资有亲切感，但是自己在香港出世长大，回去上海投资只是在商言商。香港工业50年代得以起步，全赖由上海南下的工业家。今日90年代末，这些工业家又调翻转头争相北上，可以搬嗰啲咧，就当然系搬咗上内地啦。而多数咧，香港啲总公司咧，都系以服务业为主噶啦。咁就即系话由产品嘅设计啊、销售啊、安排运输啊，又金融服务啊，大陆系追得我哋好快嘅。咁所以咧就。現時我們香港主要即係嗰幾個服務性的行業，其實大陸嚟講有幾樣根本佢可以做得到嘅。而家投資都會考慮大陸先，因為大陸各方面咧個投資環境係比香港完善一啲。而只不過香港現時係仍然係相對上咧仲係有啲優勢。就係因為香港呢啲優勢，而家仍然有一班工業家堅持留低發展。香港亦都有好多好嘅一面，政府係俾啲生意人。極大的自由度啦，就唔會話啲政策朝令夕改啊。喺其他好多嘅地方啊，譬如佢哋嘅政府啊比較貪污啊，或者係市場上面各式各樣啊，甚至乎有啲地方話你教個電話都要即係要所謂俾黑錢嘅咁樣。香港可以話係完全而家冇曬呢啲情況。咁你每一蚊。使咗喺邊度，你都可以好清楚知道。以我哋呢種差廠行業嚟講咧，就越嚟越艱難，呢個係鐵一般嘅事實啦。唯一可以行嘅路咧，就係高度自動化。過往嗰5年嚟，我哋每一年都係投資幾千萬嘅新設備落去。
好相信一樣嘢，如果你係能夠技術同埋設備都係保持一流嘅話咧，咁呢個係仲有得做咯。嗱，香港回歸之後咧，其實我哋嘅角色咧可以話係好簡單嘅啫。我哋係一個金融服務中心，工業嘅發展咧，就世界上有好多小嘅經濟咧，都致力發展一部分工業留喺境內嘅，而唔會話俾工業100%完全搬離。We have a huge property investment here, which would take hundreds of years to duplicate in Shanghai, and our aviation business.Is based in Hong Kong. Cathay Pacific cannot move to Shanghai. So those two big anchors will keep us here, but we're very happy to be here. 留港回歸，中國因素一直影響著香港的經濟命脈。五十年代因緣際會，中國的動盪反而令到香港絕處逢生。回歸之後，這一塊福地的命運跟中國就更加息息相關了。可以講得話多災多難嘅，冇一件新聞係好嘅。咁因為佢大量嘅人嚟到咧，嚟到香港啊，那個社會咧容納唔到咁多人啦，又唔夠屋住啦，又冇唔夠就業啦，環山遍野。我哋隨便行去任何個地方睇下，嚇喺荃灣啊、深水埗啊，咁嗰啲人嚟到香港冇地方住，佢除咗住木屋之外咧，根本就好難揾到啲適當嘅住所嘅。因為出現咁多木屋區咧，所以嗰啲。木屋區的火災咧，幾乎咧大大小小嘅火災咧，幾乎隔日隔日就有噶啦。嗰陣香港政府要求東華三院帶頭成立協助勸導無業僑民歸鄉委員會。嗰啲唔適合喺依度噶，咁咪啊俾啲錢佢啊，俾啲等佢翻去鄉下。只要民間做得到幾多就幾多，例如政府負擔起曬，佢都冇能力啊當時。佢資金亦都缺乏，有一部分必需品咧，亦都配給啊，好似我要講話嗰啲英麥煉奶啊，嗰啲必需品米啊，你睇翻香港今日啊，就睇翻五十年代真係天差之別嘅。來自中國嘅大量嘅難民咧，令到香港咧一個包袱好重，但係我哋絕對唔能夠否認咧。呢啲大量嘅正難民咧，變咗一種廉價嘅奴役。香港亦都有今日，亦都多得依一幫喺國內出嚟嘅企業家、工業家嚟帶動香港嘅工業。如果中國一直都係安定繁榮嘅，個社會上軌道嘅，我相信佢發展嘅機會唔喺香港嚟嘅。上海企業家五十年代南下香港設廠的時候，不單止帶備雄厚的資金，當時所有的管理人員、工程師、技師都是清一色的上海人。他們又沿用上海工業的經營、管理和生產方式，為工人提供飯堂、宿舍和訓練。早期來開廠的上海紡織界，部分薩姓連工人都由上海請來香港。我的一班呢有144个，是女工呢还有100几，差不多300人。一批一批来的，有30多个、40多个。合同啊，下了2年，2年多了，他给我们接一个月打击支票。那结果等了下了2年以后了，就是发生南部文战争了啊。真正的就是不能回去嘛。我的人呢，上海苏阳来里头。一切来的到香港来告我的。你现在告我的书没了，没得了。那慢慢我的告下边，下边再告下边。1947年至1951年，流入香港的资金接近18亿港元。而且南下的厂家还带埋现代工业必须的制度和技术。
因缘际会，香港工业几乎一夜之间起步，比竞争对手早了10年。最早发展的纺织业正好赶上战后复苏的欧美市场，为香港经济发展奠下了基础。唐君苑是上海数一数二的纺织大亨。这层楼是我们解放之前已经是我们的了。当时是我阿爷买来，本来就给我爸爸结了婚之后在这层楼住的。抄家的时候这些就抄剩这些东西了。1949年的时候就我们那些资产全部就国有化了。当时我爸爸就在外国读紧书，我祖父就有一些远见，就认为我爸爸不如都来香港发展啦，只是转移了一小部分的资金来香港。因为我想我阿爷都当时就没想到内地会变得那么快。我爸爸那一辈的朋友多数都是以前在上海江苏省那一带就做纺织品做得很大的。跟着又是解放之后，他们又带了一旧资金来香港，又在香港再发展纺织业。很多都是个背景是很相似的，都是爸爸叫他们下来。到呢就有分京和卫，京呢就直的沙，卫就横的沙。陈真人和唐英年一样，都是上海纺织界南下香港的下一代。49年以前，上海工业家除了大资金，有些还杀性将机器原料都运落来香港。陈真人的祖父当时由瑞士订了一批机器，结果因为中国政局动荡没办法转运，机器就滞留了香港。我爸爸嗰時落嚟咧，亦都係可能係即係我阿爺叫佢啦，落去睇下，因為上海都已經解放咗啊嘛，咁嗰啲資金亦都唔可以話再匯出嚟啊，或者點樣？咁香港就係得一批機器喺度，乜都冇嘅。香港太古集团前身太古洋行原本在上海创立，当时是186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太古已经成为中国航运界的巨子。战后因为航运权已经被中国政府收回，加上民族主义抬头抗拒外资，太古主席 John Swire 1946年决定重建香港太古，同时将经营重心由上海转移来香港。Until 1949, our emphasis, like that of most people, both Chinese and the foreign trading houses, was Shanghai. So what Shanghai lost then was, yes, was Hong Kong's gain. 当时的香港正值战争结束，百废待兴。1948年香港年鉴曾经悲观地断言，香港一切渐渐走入萧条。当时的年鉴是由华侨日报编印，吴培荣在华侨日报做了几十年记者和编辑，想翻起50年前的香港，不胜唏嘘。我们所采访的新闻全部都是Like many people, we lost many, many, many things in China. All our businesses were destroyed in China, very largely post during the war and after the war. 太古公司1953年同中国政府协议结束晒所有在华业务。30年后，佢哋重返中国，喺北京开设办事处。我阿爷咧，当时喺上海嘅时候咧，亦都喺文化大革命嘅时候咧，俾人斗争过嘅。咁所以咧，即系好多人当然系会得系有一定嘅戒心啦。所以当时我哋去投资嘅时候咧，好多人问都要问我哋话你唔惊嘅咩？唐英年家族虽然尝过资产收归国有同埋文革时期被抄家嘅经历，
但是七八年中国经济政策一开放，他们又急急地回国投资。太古退守香港之后，全力发展航空事业。上海工业家则紧守工业。大家对六十年代香港开始蓬勃的地产，由于在大陆的经验，当时都不敢沾手。有些人就这样讲法，就说不投资地产就是因为地产拿不走的。但是投资工业，工业都是这样的，工业都搬不走的。当时 有些人讲笑，有些人讲笑的时候就说不如投资航运，因为船可以拿走的，你随时揸得走的。We were very cautious going, maybe too cautious going into property. After all, we were in property in China. We lost all our property in China. And that was probably why we were rather cautious about going back into the property business again. 太古小心翼翼重返中国庞大的市场。五月中，太古主席萨炳达以香港总商会第一副主席的身份到北京拜会中国领导人。There is a tremendous business opportunity in China. Obviously, we want gradually to build again a business in China. 现在太古在中国投资超过四十项，包括汽水厂、铝罐厂、飞机维修和码头。主席萨炳达承认，太古在中国市场并没有其他香港集团那么急进。We take a more cautious, steady approach because we are long-term players. I believe has been a very successful policy over the last 30 or 40 years. I hope we can prove it's the right policy for the next 30 or 40 years, in China in particular. 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很多工商界对于上北京都望而却步，但是萨炳达在90年初率先上京，同总理李鹏握手。We want to have and be known to and have relations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with the business community. 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 has suddenly happened because of 1997. 太古同政府的关系的。中國解放之後咧，令到一啲資金啊同埋技術嚟咗香港啦。再加上咧，因為內地搞即係一路有搞緊運動嘅時候咧，變咗咧香港呢個窗口咧，對於發展香港咧係非常之好嘅機會。In 1949, when the Chiang Kai-shek, the Nationalist forces left China.Like so many other people, we looked towards Hong Kong and realized that there was an opportunity here. 7月1日，在香港回归中国的庆祝典礼上，来自上海纺织世家的唐英年和老牌洋行大班萨炳达齐齐盛装赴会。干杯！冠盖云集，盛放空前。今日香港的国民生产人均总值高达189,000元，超过加拿大、英国、澳洲等等先进国家，外汇储备5000亿。高居世界第七位，经济实力如日中天。只不过香港的天空并不是日日都咁璀璨。战前香港经济以转口贸易为主，中国是最大的贸易伙伴，占了出入口总额的一半。
战争结束，香港贸易一蹶不振，中国政局动荡，内地人好似潮水咁涌嚟香港。由1946年60万嘅人口，两年内暴增到160万，无论对粮食、住屋同埋就业，都构成咗沉重嘅压力。1949年，以航运起家的英资太古公司被迫全面撤离上海，来了香港。差不多同一时候，上海纺织世家第三代唐长千学成回国，但是他爸爸要他下来香港发展，而当时的香港经济环境阴霾密布。唐长千的仔唐英年今年年初重访上海故居，唐家由他曾祖父那代开始经营纺织漂染业，祖父确一向密切。过往在英国殖民地，太古作为英资洋行，1974年的主席彭丽智获委任立法局议员，1978年入行政局，1982年的时候出任财政司。太古執行董事邓连宇亦都历任立法局和行政局议员，直至1995年辞职为止。回顾太古战后50年在香港的发展，1948年收购国泰航空，获得香港航线谈判权，又同其他集团包办启德机场的客运、货运和飞机维修。1972年太古得到政府的同意，将太古船澳发展做商住物业，开始沾手地产业务。到1990年代，太古已经成为以地产、航空、双头马车带领的多元化集团。主席萨炳达否认成功因素是因为以往享有特权和有影响力。I don't think that's true at all. That may have been the case 100 years ago. The reason why Swire has been successful in Hong Kong is because we have a business-friendly government.We have taken a long-term view of Hong Kong. If you remember, post the signing of the Joint Declaration, Hong Kong was feeling a little bit nervous. But we had a very strong balance sheet, so we bought Pacific Place when everybody, other people were quite cautious. 踏入過渡期，太古積極部署留在香港發展，一方面將國泰航空上市，淡化英資色彩，一方面將部分股權在1987年出让俾有中国国务院背景的中信集团，1996年再进一步将港龙股权转让俾中国航空。朝代更替，适者生存。市场传说太古不惜弃居保税，但系主席萨炳达就否认。For us, it was a very natural move. We were looking for a partner with whom, over time, we may be able to develop businesses.The value of Hong Kong to China is that it's got its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If somebody such as Swires was seen to be forced out of Hong Kong, I just cannot believe that will ever happen. But if it did happen, I think you would very quickly se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in Hong Kong would disappear. If it happened, it would be the end of Hong Kong.现在请唐英年委员发言。主席，各位领导，中国实行经济开放政策之后，资本家地位受到抬举，唐英年同多个家族成员都做了上海市政协委员。今年春天，唐英年到上海开会，市政府特登为他安排了记者会。有些过去的话就已经采访过他，而且撤离上海接近40年之后，1981年，唐家重返上海投资模纺厂，呢个系佢哋喺大陆嘅第三项工业投资。因为系上海第一家港沪合资企业，所以备受重视。现在全文。